因讲台务山下的西澳院六队运通费带流入的几项诶，主办单位联络向公所参考亚运、奥运也得国泰的体育比赛，如系安布头开幕，故所也拜亚铁皮团开幕典礼国亚铁安布头来办，同时为有主题开发炮贴好，我本大家看到屯轮拜无享用的六队运通费。一来忘记胸条，忘记有精神的六队运动员，一等各队争气。先高天是十七个六队运动费，总比上面十七、十八展开。今年的六队运动费由前队林陆雄主办，除了延续蒙拜的球队棒太索、田径一道比赛项目，还有七项速创的发通，其中请 TP 的就是今年的开幕典礼，外地安布石头集合。爱曾经提看到奥运吼，也许提安布条棋盘吼，广州亚运吼也提安布条，看到伊呢棋盘的这种安布条的显出来的美好的美感吼，故说本来深深感觉到吼，一种运动会的开幕呢，需要呢提安布条会带来各好各多的莫同样的体况吼，呈现在。他看你的面前呢，除了真实的运动项目，当然在长跑上开水就上脚一条传统名校竞技，总是向大家超盘超车主催报名参加，本大家用神奇的方式 TV 露主角的实法，过去你的长皮非常的辛苦，而开水你而去演体要还付出呢，去开水赚的不卡，也不是开水的，但是呢，你都去办那个开水比赛哈，啊，相信本你后生啊，本生意看到你的装逼哈，过去的辛苦哈，要本后生人来体验一下。结合六队生命雄起、三亚文化、艺文发通、控台棋盘的六队感染法、内力发通，三亚聪明气势六小几项，延续台北不朽威名、英勇军的精神，推推棋盘的六队运动会，不但请本雄起运动天神，也进一步强强台家的心。下个新闻，林君友、齐飞玲台北报道。